席儿、张成涵。今天的开课老师你知道是谁吗？嗯，应该是陈珊妮老师。是吗？魏如萱的《世界末日的某个角落》。对，因为我以往唱歌都是唱一些比较甜美的歌，然后我觉得珊妮老师开这首歌应该是想要看我能不能跳脱出那个框框。是吗，珊妮老师？其实我想了很久开了这个歌，因为这个，因为希儿唱一些很甜美的歌，其实大家都已经听过了，但是因为这个歌其实是蛮轻的东西，它是蛮怎么讲，清新的一个曲风。其实希儿不常唱，但是它的词其实并不难，它其实只是天马行空的一个小气氛而已，所以我相信希儿可以把这个歌唱得很好，但是跟他以往唱一些比较甜腻的一些偶像歌手歌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好，我们掌声鼓励欢迎张成涵。张成涵的演唱，谢谢。这首歌我们平常听到就是娃娃魏如萱唱的这个版本，但其实这个原来的创作者也是原唱，是大陆的乐团卡奇社。那其实他们唱的跟娃娃唱的版本已经不太一样了，那我相信希儿今天唱的其实更不一样，但是他其实都只是很年轻的一些小幻想，一些小氛围而已。我觉得希儿今天唱得很好，在所有的音准跟技术上面真的控制得很好。那希儿的肢体没有那么不是你的强项，但是我觉得你的整个今天整个眼神表演看起来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
对于平审老师给你的这个开的这个歌，其实你有真的去，你接到这个题目，你并不会去抗拒它。其实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其实是很有弹性，很灵巧的。我非常欣赏你今天的演出。谢谢老师。真的，就是会掉进你眼睛里面，然后歌词曲都很棒。国伦老师，很好看的表演啦、啊，因为多了口气，也多了弹性。而且力度也出来了，这会是另外一个张成涵努力的开始，继续加油，好吧？好，谢谢。好，谢谢老师，看你分数喽。好，我们先行争取 MVP。有，加油！我们来看分数，40.4分以上过关。我们看张成涵的分数，请下分数。希尔突破性的演出获得评审们的高度赞赏。其实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其实是很有弹性，很灵巧，我非常欣赏你今天演出。今天希尔能抢下最高分成为 MVP 吗？先行争取 MVP。有，加油！我们来看分数，40.4分以上过关。我们看张成涵的分数，请下分数。42.1，谢谢老师，恭喜张成涵过关。